是神乎其技，而有好的技术也可以来申请大学。这是国内第一人，他居然可以打鼓300多下，非常厉害。他已经学鼓有10年的时间了。这一位17岁的少女叫蔡蜜杰，她今年就以击鼓考上了台北体院。她说希望能够让鼓艺团更专业，她就透过1分钟击鼓300下，顺利申请进入大学。她说当时啊，大家看到她都不认为她可以打，但上场之后就被她吓到了。这位蔡姓少女，她身高其实只有150公分，体重不到40公斤，所以有这么厉害的技术，大家都很佩服。而现在她也顺利凭着这个技术进入大学，要来就读了。